工人忙进忙出进行防台准备工作，一旁围篱已经将帆布卸下，施工材料用钢索固定，就怕台风来夹带强风豪雨。啊，尤其这个边坡的嘛，这个如果风雨很大的话，我们很担心这个会直接碰到山下去。还有昨天我来看的时候，现场都没有铺帆布。前天还在施工，工地现场没有盖上帆布，黄色土石就裸露在外。而这里是中正公园竹埔潭后方，基隆市政府正进行山海城串联竖梯工程及希望之丘等重大工程，由一大片边坡进行开挖，下方就是住宅区。忧心山坡地防台工作有没有确实，市议员赖敏煌前往勘查，要求这个施工单位要在下午之前把整个边坡的覆土工程要做好，以避免发生土石流的灾害。另外整个工地的大型机具围篱还有设施都应该加强的固定或者放置在妥善的地方，以避免被强风吹落而发生公安的意外。前来会勘的督发处说明，除了前一晚紧急铺上帆布，相关的防台工作都已经准备就绪。昨天因为他们台风还没有进来，所以他们还是正常在施工所以在正常施工下，他没有办法去铺这些帆布，因为他还要继续进行他的施工。那昨天要下工之前，因为他知道今天是礼拜五，台风是最接近台湾的时候，所以他就自己来做这些帆布的覆盖，避免这个水进入这个土壤。烟花台风来势汹汹，基隆市政府正进行多项的大型建设，防台工作不可轻忽。记者黄少明基隆报道。